今天是由我来带领你们了解教会的最新动态，很有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不认识我，因为我是在这边最安静的女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知性，我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安静，其实我是很 friendly 的。今天是圣餐主日，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预备好你们心，在圣餐中领受神的祝福。请有参加 Lifeline 神学课程的弟兄姐妹要注意，我们将会在3月7号恢复上课，我们也会开始新的课程，那就是圣灵的果子。小组聚会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恢复聚会，我们将会上的课是1:4课，上帝对那些犯罪的人有何感受。从3月18日开始，在每个星期日的主日聚会后的下午1点，我们将会开始新的课程，题目为你的名字叫领袖。2018年新年糕饼的总盈利额为5071令吉，这些金额将全数归入教会的福利基金。在此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支持，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弟兄姐妹，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每一个人。耶稣因为爱我们而走上了十字架这条道路，好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从罪人成为义人。所以在3月30日是受难日的特别聚会，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好你们心，好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纪念耶稣。今天的报告就到此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